有 WiFi， 有印表机，彩色喷墨，镭射黑板都有，也就是我们所习惯的那种工作环境。嗯，对，工作环境对，然后有 Hatch 系统，所以你这样走走去都不会断线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整个环境就是让它尽量比较自在一点吧。对，那缺园艺的小帮手，你看我外面的两块，后面等一下可以大家看一下后面那个都杂草丛生，我会割草，但是就没有太多时间去种草皮啊或什么之类这样子的。嗯，那来台东一年多，就觉得整其实他们说台东是慢生活慢经济什么之类，其实我是觉得是你自己心里要慢。嗯，对，是你自己你来台东了就觉得我应该要慢，你就慢下来。对，那如果你来台东你还是打拼啊卫生计啊，因为我碰到好多年轻人就从台北下来然后来台东工作这样子。对啊，也辛苦啊，薪水不多，工作都忙，诸此类的。其实他心也静不下来，他无法。其实很多年轻人他们来，最多就是打工换宿，哦，最多是打工换宿，因为打工换宿认识台东，然后就会想停留下来。可是停留下来之后呢，其实打工换宿跟正式的工作，其实正式的工作是跟台北没两样的，还是朝九晚五啊，甚至会加班，还是一样。跟我们想象中的，哎呀，四点多就下班去海边看戏呀、啊，想得美，哦，没那么漂亮，但是这样假日就真的可以到处跑，哦，假日可以到处跑，因为我知道甚至这个女生一样，她待了半年而已，我已经待一年了，她可能跑的地方比我多。她说我假日就没事啊，我干嘛窝在小房子？她很慌，所以假日就往外跑，再往外跑，就台东附近南南北北几乎都玩过这样子。那我不一样，我这边超舒服的，我根本不想出门。对，有的朋友约我外面喝咖啡，说在里面喝就好了，我这边喝咖啡比较自在一点。哎，然后我就有手冲的，然后你们可以要自己可以自己冲自己来这样子。对，我不会冲。对，那晚上哎，心情好调个酒，对不对？这样不是很舒服？这样。哦，所以那个等于说这种心情跟年轻人来台中那种东漂啊，那个东漂有很多不同的层次东漂方式，跟退休人士又，其实我跟退休人士又有点类似的、啊。其实我自己给自己定位是。半退休了，他们叫2.5人生啦。哎，就第二人生，第一人生是求学嘛，第二人生是一般的上班。